妇女节特备呢，当然是庆祝这个三八妇女节。所以我们主要呢是来谈到我们的关于到女性的这个课题呢。那想定说最近呢就很多的这个运动啊，当然其中一个呢就是呢妇女的运动啊，虽然好像是我们常说我们叫两性平等嘛，但是很多时候两性平等我们只看到是表面，实际上内幕里面呢还有藏着许多不平等的这个情况在里面呢。那肯定你可以看到说在疫情期间有很多这个女性哈，她们都有站出来帮助一些这个疫情怎么样去做一个 prevent， 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没有看到她们踪影，反而呢男性的这个领袖被放大了这个报道。那再看看我们说这个领养权的这个问题，抚养权的这个问题，那以前说一定是要父母爸爸带去才可以做这个抱孙子的这个课题，那后来就变成说哎，单亲妈妈也可以去帮这个孩子申报课题。那种种下来一些表面上是 OK， 可是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的存在。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呢就邀请到呢三位的这个主讲嘉宾啊，跟我们在这个三八妇女节的前夕的这个妇女节特备呢，跟我们去分享谈谈呢女性的这个课题，或者是民生的这一个课题啊。那分别呢，今天主要三位线上的这个嘉宾呢，分别是黄玉珠律师，还是龙雪华堂妇女组主席。然后第二位呢，就是 YB 曾明凯，他是现任吉打亚罗士打国会议员，同时呢他曾经任玻璃市议会的特拉央加央案的，还有就是霹雳州议员州议会的新巴布赖的这个议员啊。齁，那当然还有呢最后一位呢就是这个我们的饶兆颖律师，同时呢他是我们的这个龙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的副主席。那很高兴呢三位呢在现场呢为我们呢今天为今天的这个课题呢来做出分享的。那首先呢为我们先开第一炮的呢就是龙雪华堂妇女组主席黄丽珠律师，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来交给黄丽珠的，来请。谢谢主持人美琪，也感谢我们另外两位同伴哦，大家能够抽空上来分享我们对妇女节的一些看法。首先呢我就想跟大家打个招呼啦哦，大家晚上好，也允许我借此机会呢祝贺线上的朋友妇女节快乐。让我们携手同心一起打破偏见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说到今晚的主题呢我想这几个星期单亲妈妈罗秀凤的名字呢已成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她要求玻璃市宗教局把孩子归还给她的事件呢又再度的燃起单方面为孩子改教的课题。罗秀凤的遭遇可以说是有血有泪，她经历过的磨难而所受到的伤害呢最终获得公众人士的关注，也有许多有心人伸出了援手在各方面给予她的帮忙，最终成功争取到和孩子团聚。虽然说孩子被改教的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可是在目前我想能够和孩子在一起呢是一位母亲认为最为重要的件事情。那这个妇女节对他来说也应该是意义非凡了。今晚的这个主题从罗秀凤的案件呢我想我是要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常说时代在改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女性的地位呢已经是获得明显的提升，许多人也很高兴了在哪摇旗呐喊，我们经常听到的男女已经平等，女性可以顶半边天。的确
现在的女性呢，多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融入职场，享有不错的收入。那来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呢，往往都会和另一半组织一个小家庭，然后生几个孩子，一切呢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好。我想包括罗秀凤在内哦，相信当年呢她同样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憧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既定的轨道。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理想许多时候会因为婚姻破裂。那就好像这个秀凤的案子一样，她是因为婚姻破裂被家暴，被丈夫赶出家门，孩子呢就被带走，然后被单方面改教。她的案件一再的告诉我们，两性平等之说呢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假象。他的案件呢也让我们必须要再次的反思，要如何才能够成功落实两性平等的待遇。从罗秀凤的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身为 一名女性，一位妈妈，她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无助和无奈。除此以外呢，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家暴呢没有获得处理，或者是没有获得应该及时的处理。那他秀凤他的家暴不是普通的一些温柔的拍打，他是被丈夫他的前夫打到手断脚断，甚至呢对方用这个铁锤来敲破他的头，这些都是严重致伤他人的犯罪行为。他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被送往医院，在医院住了几个星期，可是警方到今天都没有采取行动，把施暴者绳之以法，这是为什么？他三个孩子都未成年，当时只有8岁和12岁。那秀凤呢，身为孩子的亲生妈妈，她拥有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是由法庭颁布的一个抚养权，依情依理依法，她有绝对的权利和孩子见面，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福利局和宗教局却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让他和孩子在一起，这是什么道理？然后根据我国的这个儿童法令以及婚姻改革法令，孩子的福利和健全的心身发展呢是首要的考量。在任何一个婚姻离婚处理的过程中呢，首要考虑的就是孩子的福利。我想福利部的官员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呢他罔顾这个考量，再再显示这些单位的傲慢，不尊重儿童的权利和停令，也不尊重这个做妈妈的权利。这三个例子呢明显的带出父权主义下男尊女卑的思维仍然存在，这种封建思想造成我国社会包容许多对女性不公不利的行为。他们漠视母亲对孩子的权利，包括执法单位同样不重视家庭这个家暴案件。很多时候我们接到的个案呢会投诉说，往往他去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呢，警方说哎呀，这是夫妻之间的争吵，睡觉起来就没事的啦，
或者是他就说哎呀，你做妻子的你就忍让一点吧，啊，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说辞呢，叫这个做妻子的忍让。那可是罗秀凤的案件呢，他的身体受到那么严重的伤害，这样的罪行呢，刑事这个施暴者呢，他在刑事法典底下呢，他可以被提控哦，严重致伤他人啊，一旦罪名成立呢，他可以被判坐牢7年到20年之间，然后即被罚款或者是鞭打。那我本身呢，曾经数次和这个罗秀凤在电话上沟通，他表示呢，到今天警方都没有针对这个家暴呢的事件采取行动。她丈夫目前是在坐牢，可是他坐牢是因为毒品的案件，哦，不是因为家暴。所以他罗秀凤这起案件，你说他不是性别歧视吗？男女之间真的有平等吗？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就是性别平等最大的障碍呢，是来自刻板定型观念，就是我们常说的 stereotype。哦， stereotype 是一个希腊文呐，啊，它指的是一个印刷工具哦，在这个现代的这个计算机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要复印东西呢，就是靠一种模具，用一种模具来印刷东西，所以它就是一个板刻成的哦，所以叫做 stereotype。那这个刻板印象存在已久哦，毕竟是这种文化已经是好几千年的哦，存在已久，它让我们呢没有办法能够正确的去考虑一个人的特征，一个人的特点。它让我们相信呢，某一个族群、某一个群体呢，他会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哦，或者是他应该享有特别的对待。这些刻板印象呢，让我们期望哦，让这社会人士期望啊，女性呢，她必须是要充满爱心，她必须是温柔体贴。他的责任呢是生孩子照顾家庭，然后呢他必须要是傻傻的，哦，讲好听一点是天真啦，傻傻的，哦，讲话要轻声细语啦，哦，那如果是男性呢，那他就必须是一位很有野心很聪明而适合做领导者，哦，可是他不能够担任扮演照顾者的角色。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对这个男性和女性的特征所定下来的刻板印象。当我们不能够符合这个刻板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歧视，哦，因为女性如果是你是非常的拼搏的话呢，啊，他会形容你是很男性化 tomboy 啦什么的，哦，那做男人的如果他是留在家里做家庭主夫的话呢，那人家就会看不起他，因为他的太太就必须，哦，我们讲抛头露面，啊，到外面去做工赚钱养家，那这个男的呢就变成是吃软饭。另外呢，那些不符合所谓的漂亮那种标准的漂亮啊的女性呢，她就不能够适合，她就不适合去做啊推销员呐，啊，因为做推销员她必须要很漂亮、很性感，那她才能够招来生意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人士所定下来的一些对女性的印象哦。当然除了这些呢，我们的风俗习惯啊，我们的文化，我们对宗教的解释呢，也是性别平等的这个刻板印象呢更加难的打破。不过我相信啦，
这种这样的所谓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习俗呢，不是一成不变的、哦、随着时间的改变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然后呢享有我们应该得到的人权。就以我国的宪法来说吧，我国宪法呢是在2001年修订、哦、它阐明呢，我们不能够因为女性，不能够因为性别而歧视一个人、哦、所以它就是让女性和男性呢得到平等，成为平等的公民。那可是虽然是平等，那为什么我国还是有那么多的性别歧视呢？别忘记哦，马来西亚的人口男性是大概有1680万，女生呢就是有接近1590万人，几乎是一半哦，女生占了几乎一半。那也就是说几乎一半的女性呢，几乎一半的人口是被当作是第二等人、啊、因为他们都是不能够获得平等待遇的一群。我这样讲呢其实是有根据的、哦、我就举几个例子吧、啊、大家可以看看、嗯、马来西亚的女性、哦、为什么她不能够和马来西亚男性一样，在当他们在海外生孩子的时候，赋予他们在海外出世的孩子公民权、公民身份呢？然后那些新归伊斯兰、穆斯林的父母是否比非穆斯林父母拥有更多的权利？为什么这个非归依的配偶啊，不能够阻止他们的皈依配偶把他们的孩子改教呢？为什么这些动作不能够征求非穆斯林妻子的同意呢？然后女性经常面对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经常被跟踪、哦、被跟踪，然后接到不欢迎的电话啊、短信啊、被监视啊啊、或者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呢忽然出现在他们的家或者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立、哦、或者是通过这个跟踪、哦、跟踪的这个把这个跟踪的罪行，这个跟踪的行为当作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够通过一个法令把这种这样的行为犯罪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这两年、啊、一直让大家在讨论的就是反性骚扰法案，一直到今天我们倡导了20多年，到今天都还没有通过。我希望 这三月份的这个国会呢能够看到一些成绩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跨性别群体他们经常面对这个歧视、污名、骚扰，甚至被谋杀。他们必须要面对这种种种的这种精神上、生理上的这个伤害。然后，为什么人们还是可以认为说学习空手道可以保护你、免于你被配偶殴打？为什么不禁止同婚？为什么大部分社会人士认为妻子如果妻子拒绝跟丈夫发生性行为她就是不听话，她就是不爱丈夫？然后呢有一点我们经常说女性现在是都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在高等学府求学的女性呢已经是超过了60多%，接近70%。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女候选人啊，在大选的时候，女候选人的人数这么少？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呢，
我国的女性候选人只占所有候选人的 12.9%。 然后在222个国会议员里面呢，我们只有 33% 的女性国会议员。难道女性真的是没有不够素质吗？不能够当政治家吗？然后还有一样呢，也是我们妇女团体一直在争取的，那就是性别平等法。这个性别平等法难道又要像性骚反性骚扰法案这样，我们又要再游说多十多二十年吗？哦，面对这以上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是否真的做到，做得足够？我们政府是否已经制定了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多方面的策略来防范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想要真正的取得成功，性别平等以及实现所有人的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你能够达到性别平等，这个国家才有机会能够攀上所谓的先进国，一个成功的国度。然而从我们政府所做的工作，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呢，它还是不够大胆，也不够果断啊，不够果断。因为从这个消除对女性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即使在1995年政府批准了，可是呢他没有全盘接受这个公约。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条文，就是第16条，它里面包含了有关妇女和男子的婚姻、父母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女孩和妇女在家庭范围里面的权利。这一个呢，当时政府是拒绝了，拒绝了。这样的一个拒绝呢，它是基于宗教的理由而拒绝。可是这对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它表明呢，政府存在对女性的潜在偏见。要你看哦，在一个封闭的家庭里面呢，如果是我们允许，我们拒绝了这样的权利，对女性来说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家庭可能变成一个非常脆弱甚至呢危险的地方，它里面呢会可能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平等，婚姻和离婚、家庭暴力、乱伦、婚内强奸、财产继承、双重的负担、同婚等等。所以到后来经过了这些妇女团体这呼应分子大力的争取，也过了，到最后政府当然他接受了一部分，可是他还是保留一些对女性不公的一些条文。这种的处理方式呢，我只能够说了，其实这是政府本身其实很糟糕很糟糕，政府本身呢对女性就存有这个潜在的偏见。难道说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或者是不愿意让女生享有完全的平等吗？另外呢做政策的人就包括这个取消这些或者是保留一些法律条文的这个政策制定者或者是决定者，他们的价值观呢，他们的信念呢，对一个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些持有传统和过时思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因为呢他们会认为女性的位置呢应该是在家里，男人才是城堡的国王，女人的身体、精神、情感和道德都不能够和男人攀比，男人会是强，女性会是弱者。那这一些呢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法律，可是法律真的是灵丹妙药吗？我们经常说我们必须要有法律来保护这个，法律保护那个，可是除了法律之外呢，法律文化同样重要，因为它是文化，就是心态嘛，我们的观念嘛，所以社会对女性和妇女的态度呢是非常的重要。来看那个三年前 Me Too 的那个运动哦，从那个运动我们看到父权制度呢是存在哦，如果是它存在，可是而且呢不单单只是在东方社会啊，在西方我们所谓的发达国家呢它同样是存在，而且呢很受一些人士的欢迎。因此当我们说我们社会存有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的时候呢，有些人会反驳我们说一切都已经是平等了，你们女性还要什么。其实我们不要低估这些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观念哦，他们对女性呢还是把女性当作是下等，好像是我们的帮佣，或者是我们的下属，这种这样的心态还是有的哦。这一切呢，当然许多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不存在，就曾经有一位首相哦，前首相吧，不知道是哪一任的前首相曾经讲过，马来西亚的女性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呢我们一生来就可以投票，一出世就可以投票了，不用去争取，政府就给你了。的确这是正确的，我们独立的时候呢女性就自动拥有投票权，可是独立过后女性必须要争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要争取的同工同酬，我们要争取的平等监护权、平等的继承权、保护女性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这一切不是这样来的，都是要经过我们争取才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落实。就好像1997年的这个家暴法令吧，1997年它落实，可是这个法令呢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开始妇婴分子都在 lobby 了，都在游说了经过了好多年才得到通过，可是通过了也没有办法被上顾到这个宪报，因为有人反对，一直拖了三年才能够落实。然后一落实这个法令呢，我们看到这些举报被丈夫施暴的女性呢，忽然间多了280%。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好像是女性呢都在等这个法令落实了，给了他们这个权利去报案。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法令哦，好的一个措施。可是除了保护女性之外呢，这个法令也带出一个信息，就是呢，施暴者他一定会受到惩罚。可是我们很少看到施暴者会被惩罚，这一点呢，在这个
执法方面呢就显得非常的不足。刚才就讲这个施暴法令哦，虽然是它改变了女性的态度哦，女性认为有法律保护他们，他们可以去行动了，可是它并不能够改变所有的一切，因为为女性提供保护的机构呢和一些管理人，他们可能还是坚持，还是认为呢妻子、女儿或是女朋友可以生活，可以在男性的这个约束和支配下生活。这些态度呢，如果是继续存在的话呢，特别是存在那些 特定的机构里面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情况。所以 我认为呢，这种这样的深根蒂固的态度呢，必须是一种障碍了。我们必须要除掉这些障碍，那女性呢才能够有办法去争取，去得到真正的平等。这一切呢，我觉得我们社团，不管是社团还是个人，都必须要努力去争取，而不是在等待别人给予我们施舍。我觉得在今天呢，女性必须要大胆的站出来，要为自己的权利，为姐姐妹妹的权利，为我们下一代的权利呢去努力。我暂时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玉珠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啊。其实里面有谈到一些蛮多一些政策里面哦。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所谓女性的时候因为有法律，有些是通过教育他们可以站出来讲，其实女性可以说是可以是一个铿锵玫瑰，她可以很柔，她可以很嫩，她可以甚至一个柔跟嫩是坚固的，因为刻板印象导致女性一定是说话要轻声细语，越大声呢就表示说你越粗鲁，那越粗鲁的话被灌输说，你越粗鲁的话改次没有人要你，你变成老姑婆，这种的话相信有很多上年纪或者是一个女生都有听到，常常听到这些，你是女生来的，做好来这一些的这个灌输哈。那再来就是说，说到可能是借助这个秀凤事件上面呢，会看到就是说，施暴者，他的这个精神是非常可嘉的，因为他被的这个家暴过后呢。但是他勇敢站出来，但是很多呢都选择默默的去人生吞声，就想说家丑不恐外扬，这些事件同时也是围绕在这个刻板印象，所以我们要去突破，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去突破，其实是一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表面刚才我们有讲到说表面上是两性平等，但实际上里面还有隐藏很多的问题的存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这议员，因为他是唯一的其中一个男生，可能是看他的那个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呢，去诠释去跟我们就分享了主要这个课题。那当然他通过他自己本身所看到的这个事件呢也跟我们做出一个分享啊。那我们现在呢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 YG 曾凯明曾敏凯。谢谢主持人，我们两位主讲嘉宾听到清楚吗？还好吧？清楚。OK， 那么感谢这个龙水华堂的这个节目的邀请哦，因为我对妇女这个专题当然也没有太深入的这个太多的经验，那么碰巧这个课题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罗秀凤的案件提起，那么我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责任呢，因为这个法令在2016年通过的时候，我是当初在玻璃市唯一一个举手反对的他们只有我那一票了，所以还是通过了。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预示到这个课题的可能性严重性将会发生虽然其实几个州已经有这样的法律。那么
今天我们是从这个改教的课题来看，就是我们从几个层次来看。首先我觉得对妇女或对女性来讲，你可以从制度来看她是不是面对到同样的对待，那么另外就是这个社会观念以及她的经济状况，这个很重要哦，经济状况。因为传统的家庭是由于作为男生作为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的话哦，这个其实是会直接导致在任何的层次，包括在制度，包括在法律上，其实都会对这个女性不公平不平等。原因是就算那一个政策摆出来是平等的，但是由于他的那个经济状况不同，其实也没有办法确保到那个平等可以执行。我可以尝试分享几个例子哦。那么当然我们首先想看，一般上你讲说政策上的平等有一点进步，譬如说如果我没有记错哦，以前哦不只是女性单亲妈妈不能去做这个抱孙子，后期其实她如果要登记自己的小孩子入学的话哦，他要父母一起，或者父亲母亲不能，后期才改成母亲也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曾经见过一些案件，就是他父亲不愿意来，他自己不能做啊，要入学，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个是制度上对他的影响，无论他的收入多少啊，无论社会观念如何，就是制度没有改，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啊。父亲可以带着孩子去啊，母亲不能。当然这个是慢慢改变的一个趋势了啊。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改教事件其实它，我们当然不能讲说故意有某一方面故意滥用那个程序或者怎样，因为信仰是个人的，或许他真的是自己很相信他自己要去改，那么他带孩子去改教是基于什么的那个立场，那个是一回事。但是这里它就会出现一个被利用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孩子小的话，一般上如果就是要去打这个抚养权的话，那么当然主要法官是考虑到他的经济状况，他家庭的背景，那么如果还小的话，一般上都是判给这个女方的。所以常常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就是当那个家庭准备差不多要分裂的时候，那个孩子在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时候，其实是比赛谁快拿到那个孩子躲起来，不要给对方见到，然后才去进行那个司法程序。所以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带了孩子躲起来收藏起来，不要给另一方面找到，然后他才去申请那个抚养权。所以就算是女性或者母亲，可能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拥有那个优势，如果进入司法程序的话，但是男方可以先把孩子先躲起来，然后慢慢打官司了，打到那个孩子他为止了。但是在改教这个事件，他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般的情况就是看谁先拿到那个孩子，这个家庭要分裂了哦。但是在改教的事件，就是其中一方可以带走那个孩子，然后改教了过后，导致另一方在争取抚养权方面其实会面对更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种利用这个法律之间的那一个不算是漏洞了，就是利用这个来把他父母之间对孩子的那个抚养权方面的那个不平等的一个竞争了。那么这个情况的发生哦，其实理论上福利部以及警察其实应该有他的工作程序是有的。比如说这个事件打从一开始，如果那个母亲入禀法庭的时候，警方就要帮他找。而任何的组织个人如果发现或者知道有这么一个我们讲说还是还未成年的孩子，他的父亲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照顾他的话了，理论上他们就是他的家人，就是他的长辈那一代要去 adopt 他，又或者福利部就要去处理了。我们常常接到很多的案件是我们是去抢孩子的，就是我们接到投诉那个家庭吸毒啊，或者父母两个都有一种这样的问题，会导致家里的暴力，或者说这个吸毒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吸毒的案件比较多。一般上我们是直接 report 这个DK， 然后带这个福利部直接去把孩子带回来，然后福利部去申请停令了。在这个事件上，这整个程序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父亲带走那个孩子，他交给这个 NGO 他自己去坐牢，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单位就应该要把那个孩子带去给福利部，由福利部去处理
他的那个抚养权应该是在哪里？他的母亲吗？还是他的公公婆婆？而且那个是假设他的母亲没有申请公民权啊，申请这个抚养权啊，所以那个程序没有发生，就父亲带他去改教了过后，就他坐牢的时候就给这个非政府组织去雇他的孩子，然后他讲说他到处去找他母亲啊，这个是真实还是不真实？我们没办法评估。他讲他找不到他的母亲，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福利部也好，警方也好，他的程序法令有，但是你没办法执行。而他的缺陷就在你，当这个事情发生了过后，说有人提到说，哎，为什么那个宗教师可以见他，而这个福利部不允许他母亲见他呢？因为他在事情发生过后，这个出来媒体过后，才正式的让这个福利部接管。那个时候他福利部才接管，让他决定要不要给他见父母。所以前半段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师，他就讲那个时候还没申请订令啊，问题是打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收着他吗？所以这个程序是有。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探讨的是，有很多法令或者这个行政程序，其实会导致我们的女性其实在某种情况下是不对等的关系。那么尤其是最终它必须牵涉到这个经济收入等等的。我打个比，我们在北马一带，常常会有这种跟外国的太太通婚，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哈。但是因为跟外国太太通婚，基本上他们就会申请那个，以前是申请永久居留证啊，就是你先要拿结婚了拿一个我们叫长期的 visa 咯，结婚过后的 visa， 然后那个 visa延长住够五年，第六年过满了过后才申请这个永久居留权 BR 啊。那么现在很少给 BR 了，你只能先申请这个 Bus Resident， 然后给你五年 renew 过后才给你 BR。 这段期间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那段期间他们会有孩子，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女性这个母亲，她需要考虑到她的家庭，需要考虑到她的孩子，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她必须忍受。原因是父亲或者她的丈夫作为本拿家，是可以直接终止不再担家她的这个身份，她就要回国了，她就要回去自己的国家。那么她孩子还小，不能做她的本拿家，所以那段期间她的丈夫就是如果对她有什么不好的话，其实她没有办法。我曾经有一个案件是已经住够五年第六年了，他自己来找我讲说他要申请 BR， 我们文件全部做好了，他的丈夫不愿意帮他做，因为只有他丈夫有这个资格做他的本拿家，就是赞助他申请那个 BR 嘛。他的理由是怕他拿了这个过后他跑掉，那问题就来了，他一直不能拿到 BR 的话，那么就工作原则上严格来讲是不合法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突然间如果他的先生去世或者发生什么问题的话了，他是在一个没有办法合法工作的情况底下要带大那个孩子，而这里就会面对这个行政机关的一种思考模式的问题，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行政机关会认为说，第一，如果你还年轻的话，他觉得你可以再加多另外一个人，然后叫他帮你申请咯，意思是你必须是要找再改嫁，你才能够为自己的身份留在这里有一个保障。OK， 而如果你是上了年纪的话，他也认为你不太能够再结婚了。但是因为你以前的丈夫没有帮你申请到 PR 的话，那么你就一直 renew 你的 visa 咯。而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可能是五十多岁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他要你回去自己的国家。那么在这种种不同的限制情况底下，对一个女性来讲，她任何的决定她不由到她自己可以决定了。如果她担心自己的孩子有以后没有谁可以照顾，但她又不能得罪她的丈夫，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当然可能一般上大家也觉得说，哎，他们是外国人啊，不是本地人，不用太过在乎了，但是她的孩子是公民来的，所以这个对她的家庭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 OK， 如果不是外国人，是本地的太太，最近他们常常有这个最近的课题，他们是牵涉到 Bukara Mba Plus， 就是本地太太在外国生孩子。那么他的情况就是，对，宪法里面是讲说如果你在外国出事，那么你如果丈夫是大马人的话，
你直接去大使馆做申请，那个叫补回他的身份，不是叫申请哦。但是如果是胎胎的话，他就要去申请。那么他们说，对了，他们当然是 refer to 这个联邦宪法。但是行政机关他们的思考模式是什么？他觉得他认为一般上的孩子都是跟父亲的国籍，所以你再跟外国的男性结婚的话，除非他放弃那个国家的国籍呢。但是我们不想让他重复国籍，所以先让他决定那边先，所以我这里不要给你这个国籍。这个就是导致很多你申请他也不会给你，他要求你能够证明你不会要你自己丈夫的那个国籍的那个证明。问题是你那个孩子还小，你不可能现在证明讲说他会放弃他自己国家，你倒不如现在就给他这个大马的国籍，然后到他21岁的时候叫他选一个，这个可以国家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由于他们行政机关以这个思考模式的话，其实就算你按照 Bukalamba Plus 2去申请哦，其实他们很难批准，那他也不会告诉你怎样才能够得到，因为他的思考模式就是他担心你的孩子可以拿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所以他暂时不给你。这个就是行政机关所导致的这个母亲他会面对这一方面的不公平，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不公平，因为大马的这个男性如果在外国生的孩子的话，基本上他是公民。OK， so 这个就是在处理这个父母对孩子之间母亲所面对的比较不同的一种挑战了。那么在第三个层次，当我们讲到说这个社会观念的时候，其实社会观念为什么会能够影响到行政机关到对这个女性或者母亲那种压力的，因为大家好像觉得说这个女性很有问题，她觉得她有错好像觉得责任在她身上。我上个星期的国会有一个提问哦，我们全国就是抱孙子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事哦，抱孙子里面总共有650,000个，就到现在为止了，他的抱孙子里面是没有所谓，就是所谓的滴答沙达拉，就是那个孩子对他来讲，对政府的行政机关来讲，滴答沙达拉的意思就是说你孩子是没有注册结婚生孩子，又或者没有父亲的名字，好，没有父亲的名字整300,000然后有父亲但是没有注册结婚 under section DIGABLA 是349,000。所以其实很多，我觉得从社会观念来讲呢，这个社会必须要慢慢接受这一套，就是说女性生孩子她就生了，你为什么要去在乎她没有父亲好像是她的错这样，没有问题的。这个所以很多一些案件来到我们服务中心，他们很担心啊，讲说孩子没有父亲的名字会不会入学有问题啊。当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被逼去承受或者接受一些 不平等的对待，比如说男家要怎样对待他，他必须接受，因为他觉得好像说他自己没有办法保障这个孩子。那 这个是从社会管理里面其实可以尝试去磨合，只要这个社会接受单亲妈妈，就单亲妈妈有什么大问题呢，那他们就不会有更加负面的一个影响。因为有一些严重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有问题， 他要去自杀啊什么啊，这个是其实是对他们的心理生理是很大的影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在社会观念里面我们需要去尝试改变的。那么最后我想提一个，就是其实很多我们非穆斯林不了解的，就是其实在穆斯林社会里面哦，他们的女性要发出一些声音，他们可能面对的社会观念宗教观念更严重。我打个比喻哦，其实每个州的这个穆斯林的结婚的这个条例有不一样的，很多很多很多男性穆斯林娶第二个老婆的时候，他们去外国去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 Sharia law 它是要求你有权利娶，但是你要在法庭面前证明你有能力公平对待，不是说要求第一个老婆批准，而是你要能够证明你有这个经济能力能够公平对待。但是很多他们是带着他们准备结婚的第二个老婆去泰国南部注册，为什么？因为那边的一些回教的单位是受承认，他们的瓦利是受承认的，所以他们先在那边注册，然后回来补注册。那回来补注册就面对一个问题，是每一个州的结婚不一样的哦，
以前我在玻璃市做州议员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讨论过一个，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啦。他们打算改成你在外国注册回来补注册，罚款而已，就容易很多，就导致很多他们就是我们讲说的大老婆啦，这个第一个太太啦。他的老公带着第二个去外国注册结婚回来补注册，然后寄一封信给他，诶，我老公有第二个老婆，他才知道，但是他不能反对的，这个程序是被滥用的 OK、啊、那么对他来讲他要怎样去提，因为他们这个宗教对他的社会观念更加的恶劣，更加的压制。好，大不了他不是车赖你哦，车赖离婚又不一样，你知道吗？离婚的话，伊斯兰一般上他们可以有加多达拉第一第二第三次，你第一次的话你还可以收回，第三次的话你要再结婚不能，你 加多达拉第三次 OK， 你要重新跟这个女的在一起是吗？你叫这个女的跟人家结婚了再离婚再跟你结过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程序每个州又不一样哦，玻璃市加多达拉一定要三次，霹雳州一个 WhatsApp 都可以加多达拉的。所以对穆斯林女性来讲，她们这方面其实有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她们自己甚至也不了解这个伊斯兰法为什么不一样，她从何去挑战这个东西呢？都是那些乌斯坦的吧。所以她们其实内部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OK， 所以我们去讨论这个啊，这一次如果我们从这个改教的过程中，首先我们不要从一个角度觉得说这个是宗教本身的问题，不是，它的确是有被利用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现在因为州管这个宗教尤其是伊斯兰事务，所以今天就算是这个中央政府、法庭最高法院他判决他讲这个不能是这样，但是每个州他们依然会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哦，来的是维持或者他继续执行，那么他就让不赞成的人把这个带去、法院挑战哦，你每挑战成功一个 case 你就可以换回去哦，但是他没有打算把它改回符合这个罪行的判决哦，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州与中央之间的一个冲突来的，向来都有，甚至他们发展到州和州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一种矛盾比赛的一个关系。打个比，这个州的伊斯兰教他要展示出跟其他州不一样、啊、你看人家要改教不去你那边，来我这里啊，我这里好像做得更好，这样这个是他们内部的一种竞争来的。所以他不会因为说，其实理论上应该在最高法院判决出来过后，就算州法令没有改，他应该做的就是在有这个、矛盾的情况底下暂时当过不执行，然后让这个所谓代表立法的去决定你要修法符合这个最高法院吗，还是要修法 overrule 它。所以你行政摆在是不应该执行的，但是他们会照样执行，这个就面对就是因为宗教是州的事务，而且他们是故意的 OK、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用法，基本上其实很难用法律去解决它，你可以一直去挑战他，就让你每一个案件去挑战他吧，啊，这样会更加提升他在回教世界的那个地位。所以我觉得在社会观念方面其实需要下很大的苦功，能够让，其实好像这个改教事件，其实我们看在social media 哈，穆斯林方面不见得说非常的支持这种改教方法，不见得 OK。所以我还觉得说基本上理性的还是会有、哦、但是我们需要找到的是一个相对可以让不同思考模式的这个群体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哦、而不是把所有的都当成是你不赞同的对象，这样的话其实很难谈，因为基本上就算他多么的坚持不能、可以允许改教也好，他基本上不会否定母亲对孩子的那个抚养权，就是你要不要改教那个另外一事，但是孩子一定要归这个母亲、啊、这一方面我觉得说这个是还至少值得我们、欣慰的了哈，他不会觉得说、哎、不同教我不给你管，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把那个论述慢慢的移去相对
开明从容的路线，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了。好，暂时讲到这里。好，我们谢谢我们的 YB 曾明凯的这一个分享哦。刚才他有你在里面有提到说，哎，一个因为经济啊，家庭因素啊，或者是一些制度也会影响到一起看似简单的这个事件呢。但里面还有牵涉到很多有关的司法问题啊，一些宗教课题。原来从他的分享当中，原来每一个州他有不同的这一个不同的这一个自己的一个宗教的这个政策，导致原来穆斯林其实他也是面对到一些种种的问题，所以说不单单只是我们非穆斯林面对的一个问题，原来穆斯林也是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会由从这个法律上面呢去跟大家探讨的。那想必说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法律在联邦法里面呢被判决的时候那么回教法是否它就可以 override 这个东西？那可能呢我们的这个下一位主讲嘉宾呢跟我们去做一个sharing。 OK， 那我就要把这个时间哦，更多的时间呢交给我们的下一位主讲嘉宾呢，跟我们去分享了这个课题了。那下一位嘉宾呢，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饶兆颖律师啊，跟我们去讲解从法律上面的程度呢去探讨这个事件。好，谢谢主持人，还有两位主讲人，我最后一个主讲，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谈过了，那我就可能再补充其他的一些点了，在这个单方面改教的这个法律课题呢，其实在印第纳甘地的这个案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定案，最大的一个argument 一个焦点呢，就是讲说孩子改教是不是需要双方面，就是爸爸和妈妈的同意，还是单方面可以进行改教？那这个其实是针对我们宪法里面的这个第十二世的那个条文，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宗教是应该由他的父母去决定，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联邦宪法里面，他的用字是 parent 没有 s， 所以在之前的很多案子关于改教的这个案子呢，就在争议说 parent 到底是针对一个 parent 就是其中一方面呢，还是 parents， 你懂一个 s， 就是双方面都就是爸爸妈妈都必须同意。那其实这一个争议在印第纳甘地的 case 就已经有了定案，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个联邦法院的判决就是，他需要双方面，就是爸爸妈妈的同意，才能够帮孩子改教，所以他其实是不能够单方改教是违反宪法。但是就比如刚，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同样的事情在发生。那刚才明凯有讲到说，其实宗教事情是属于州属的一个的这个权限，所以每一个州都有他们的宗教局，也有一套的这个法这个 Sharia law， 他们的回教法律。那在霹雳州，他们在那时候是几时？看一下，霹雳州二零一六年的时候，他们有修改就是州宪法不是州宪法，他们有修改他们的这个回教的法律，就允许单方面改教。所以明凯说他是唯一一个的反对票，可是这个反对票可能就没有办法阻止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但是在其他的州属，比如雪兰莪、沙巴和沙劳越，其实他们的州里面的回教法就禁止了单方面改教。所以虽然说我们有一个联邦法庭的一个法案一个定案，但是各州属的法律
在这一方面的法律还是成立的。所以你必须要，好像明凯刚才说，你必须要去每一个案子，每一个州法，你要去挑战它违宪，把那个法律就是违宪的法律就是 put aside。 那这样子的话，你其实是需要每一个州属或者是每一个案件提起来，就去挑战这个 州法律是违反宪法。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很重要的是如何让所有的州属尊重这个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庭的这个案例，修改他们的这个隔州的那个的回教法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啦。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需要是找到一些方案让大家能够从这一方面去讨论，因为它牵涉到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所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个联邦宪法和这个 Indira Gandhi 的案件，但是隔州的州法州的回教法还是保留说你能够单方面改教。而就这一起的案件，我们就看到说这个霹雳州他们就坚决说他们的这个改教其实是合法的，就是就是符合他们的法律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那刚才我们也有讲到说，明凯也有讲到说你改教其实追根到底，其实为什么一个人会改教，可能你真的是觉得我信奉这个宗教，我和真心诚意的去信奉回教。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改教单方面改教的争议里面其实是有背后有其他的因素就是利用这个回教就是改教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法律的保护之下把这个孩子拿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妈妈就没有权利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爸爸可能也希望说你改教了之后你可以逃避一些法律上就是离婚针对抚养权针对这个alimony 就是孩子的抚养费或者一些matrimonial 的 asset 的一些争议，他就可以就是怎么说，就是排除了那个在法律上的责任他只是需要根据回教法里面的一个法律这个也是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很多时候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的漏洞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个程序来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往往看到女性妇女常常都会是被就是受害的一方面，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孩子被那个父亲拿走单方面改教，他们不知道，然后他们要去法庭就是要进行这个司法程序的时候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就是你应该要去这个世俗法庭 civil court 还是你要去 sharia court， 这些种种的问题，然后你要面对律师费用，然后面对社会的舆论，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其实都你可以看到在这几起案件里面都是就是有就是妈妈那边在承担的。所以我觉得是整个制度就算不是一个改教的就算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离婚家暴的事情，离婚或者是其他的因素那个女性要求离婚，当那个太太要求离婚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很多的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还是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们都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
不利的一个社会地位哦。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案件哦，就是家暴的啊，他们要求离婚，但是没有办法有就是这个足够的资金去请律师，比如说，然后要去这个legal aid 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qualified legal aid 的那个帮助，所以这一批妇女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夹在中间，他又没有办法付一个很高昂的律师费，但是又不能够去 legal aid center 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就放弃或者就卡在那边，然后就承受了这个这些婚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就算了，比如讲就算他们成功了离婚，然后法庭有给了很多的这个赡养费啊那些东西，可是如果那个丈夫他没有去执行的话，到最后那个赡养费啊还是孩子的抚养权，他只是一张纸，然后这个当那个太太要去执行的话，他也要去另外申请，去找律师，去向法庭申请这个 contempt of court， 又需要一笔的费用。所以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纠纷的这个程序、法律甚至制度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一些法律或者一些制度其实是自动性的去保护一个女性啊，这个弱势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姻法里面，其实当然我们不久前有了一次的修改，但是还是可以去再探讨如何加强和修改让这个这样子，因为在每一段婚姻你到走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很大的压力，都有很多的痛，但是在这个时候，你除了承担你个人的这个心理的压力，你还要承担孩子的压力，你还要承担上法庭去申请离婚所面对的那些压力。其实对一个女性来讲，我觉得是不容易走过来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探讨一下怎么样在这一方面加强保护我们的女性。我看暂时我就讲到这里我觉得好像有不少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留下来给问题。好，我们谢谢赵颖的这个sharing。好，那这个是的，在正在收看直播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那我们呢就是在我们脸书旁边呢是有一个二维码，这个是二维码呢，就是文化的这个付费呢，这个经济这个费呢就是帮助我们让更多的活动，更有意义的活动就在今天这样子。同时呢，今天除了是龙雪华堂的脸书在直播以外，龙雪华堂妇女组的脸书在直播以外呢，那当然呢这个Kini TV 中文频道呢也再次呢在线上呢这边呢跟我们一起同步呢联播这一个呢妇女节特杯的这个环节哈。那那时候呢来到呢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谢谢三位的嘉宾呢跟我们分享哈他们的这个观点，从这个运动开始呢慢慢的就切入这个社会民生的这个问题，那再探讨这个法律的问题啊。其实最要的呢就是归根究底就是在教育。刚刚我在发现说我们很多很多时候在面对这些种种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认知不足够，然后缺乏了这些领域，所以变成说很多的都选择倒退，或者是听信一些不对的这个不对的这一个信息而去做出一些选择。那在呢相信呢在线上也有一些的问题，可能说我们可以谈到一些教育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呢去让我们的民众更加能够呢去接触到这一些课题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一个观众提问的这个问题哈。当然其中一个呢就是针对着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一个部长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观点，他真感到非常的这个失望，他的言论呢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他想请问我们呢，就是说除了这些等一下除了这个
言论之外，我们能够还可以做些什么？毕竟呢，没有看到呢，说妇女发展部的这一块呢，并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政策来针对我们妇女以及是孩子这个课题。那我们请三位这个嘉宾呢，给我们一些建议。来，我们请我们的 YB 先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先吧。部长不是我选的，所以我没办法带他回答。我只能讲说，其实很多政治人物并不真正理解现有的程序问题，所以你要改，其实你坐在那个位置才去学就比较慢，是一个问题。二来是你必须要有 political view 去改一些东西哦。那么当然有人提到说那个婚姻法，那个其实我在上次2016年在伯利斯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其实我有提这个，我讲说中央政府那个时候就是阿扎利娜他那个本格拉的国员，他已经建议要修改这个中央这个婚姻法，让他们确定清楚是不能单方面，那为何我们还急着那个州要去改呢？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要改就对了，所以改了就拿来用了。所以这个多少已经 不只是说政治人物知道不知道，而是他其实 有带自己本身的那个价值观在执行他的政策的。所以你看妇女部副部长啊，副部长我们难道颁奖这个伊斯兰党的这个副部长他的妇女组主席，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思维模式的确是这样。那你怎样去要求他会以我们这个 expect 这个 progressive 比较进步的观点去执行呢？因为他压根儿根本不认同啊。哦，在伊斯兰的角度去看女性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另外一个 topic 啊，我已经听到很惯了，我甚至可以背出来啊，那个是可以作为另外一个课题哦。就是因为他从那个角度去定义女性的地位，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不是问题，他并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的问题咯，因为他不觉得是问题，他不会改嘛。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哦。多多少少我们都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扮演一份子，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有改变了。我们自己的思维 没有改变的话，其实对这一群弱势的这些母亲们其实是一个压力来的，是一个压力来的。当我们 handle 很多这些案件的时候，其实它是很零零总总，那么有的是忧郁症到自杀啦，有一些是为了这样就不要，就是宁愿放弃那孩子，因为只有他跟父亲另一半会过得比较好，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法定的权利去照顾等等，他必须面对这样悲哀的情况了。那么我觉得作为大众，我们自己本身一些社会观念也要改变，就是首先我们也要去认同女性本身独立的个体。现代的女性基本上在经济上可以独立，那么某种程度上她就不再是用旧的那种模式去评估她。伊斯兰教他们从某个角度，为什么他定义这样，就是他认为为什么男方要去try 这个女的，他只需要加多达拉罢了，女的单方面要离婚这么麻烦，是因为他觉得以前的时候基本上女性是顾家，男性是负责有这个责任养家。那么现在这个环境不一样了吗？那既然大家都可以有经济独立的话，那么大家就应该有公平的结婚和离婚的权利，应该要一样哦。所以同样的，我们其实华社都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了哈。那么也应该要改变，就是既然女性在经济上她可以独立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要去一直认为说单亲的那个母亲好像是很有问题这样哦。好像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导致他是单亲啊，说这样的话这个对他无形的压力其实是很严重。那么另外一个是对孩子，对小孩子，这个其实很多家庭哦不了解，我们接到很多的这个案件都是这样，由于他们对这个行政的一些知识不理解，那么导致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延伸了很久，比如说孩子的那一个公民权之类哦。其实很多他们有这个心要去领养孩子，但是为了要
不要通过那种繁文缛节，他们就用简单的方式来领养，就以为解决了。其实去年年尾已经有这个课题出来啊，已经抓到的那些私人医院的医生，还有登记局里面的官员的，通过做假的那个粉红色的布纸哦，来做那个报生纸，然后直接成为公民，被收回去过后就不能做什么了。我手上至少四五个案件是过了21岁已经拿不到公民了，也没有任何宪法程序可以让他拿到公民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可以通过什么来解决呢？大家必须对这个家庭观念有一定的 adjust 了哈。譬如说领养不是一个问题，不要觉得说领养的孩子就这个家庭有问题。其实我们很多接到的案件是如果有一些被抛弃的孩子其实是很抢手的，你知道吗？很多人抢着要领养的，尤其是非穆斯林的。OK， 因为这个福利部的处理方法是怎样？假设一个孩子在一个地方被找到，没有父母了，婴儿了被找到，他怎样定那个孩子的宗教呢？他会根据现场环境，如果被找到的那个是在回教堂，然后看他的肤色，他们觉得应该是回教徒的，他就直接把他定成是回教徒，然后他们只会判给回教徒来领养。同样的，非回教徒他们就比较倾向于让非回教徒领养。那么其实很多这些父母他们可能基于种种原因，譬如说有一些生理的问题不能生等等，他们想要领养，但是他们没有通过正常的程序，那么就导致那个领养的过程出现问题，过后那个孩子的身份就有问题，这个就导致整个家庭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也有一些那个母亲跑来问我，讲孩子要大了，我要怎样告诉他我是领养他了，因为他去到学校全部人都有那个麦克，他没有。我讲这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精神的压力，但这个程序其实可以通过社会观念的改变让他大家接受，认为说这个，当然我不是说鼓励抛弃孩子然后鼓励人家去领养，而是我们接受这个社会问题是有的，我们要让他更容易解决，而不是去惩罚他。你去惩罚他直接让这个问题更严重，他就大不了把那孩子干掉，不需要放他在那边，干掉更难找嘛，更难去找到他的父母是谁嘛，那那个孩子不是白白，其实很多是这样的，就丢在垃圾桶就死在那边。那么这种状态，我个人的这个感受是社会观念对他们影响其实比较大，因为一般的这个我们讲行政程序，其实他没有特别去在乎，因为行政程序就是只要我发觉这个问题就根据 ABCD 这样做而已，他没有去可怜你或者说特别去同情你，反而是这个社会对他们造成的压力。那么就有很多就是那些母亲她生了孩子，因为自己的身份的问题，他们把孩子给人家，给这个庙啊，给那个邻居去领养啊，那么就造就了很多这样的悲哀的这个故事了。像前阵子我们的这个罗涵啊，这个时候首相还要亲自打电话给他，其实那种案件是很多了，为什么他只关注那个我不明白了，其实是太多都是这样。那么他们就是因为生了孩子，一些更严重的他们怕他在家里生，他不是在医院生，他连最基本的那个文件都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他，如果社会观念对他的看法是觉得这个是负面的，错在他身上的话，那他要么就是丢掉那个孩子，要不然就是他丢掉自己咯。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法律本身还可以改，但这社会观念如果没有更改的话，我觉得我们很难去推动。为什么？因为如果社会观念觉得说这个是不应该的话，我们立法议员要改也很难，大家反对，为什么你这样改，你是要鼓励他们丢孩子吗还是什么，我们也很难做，因为我们是反映大众的那个价值观。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的感受是，大家在这个社会上如果碰到这样的女性孩子的问题，那么多一点同理心会比较好，那么我觉得那个社会法律会跟着他改变的，因为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个行政就可以慢慢改变，那这个反而是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社会观念作为这个改变的因素了。
谢谢 YB 的这个分享。其实除了社会观念呢，就主要我们的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家庭你灌输这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是包容的话，一些问题也是可以慢慢被改善，因为孩子不让孩子觉得他是另类的，他是一视同仁的，所以教育也是可以改变一遍。好，那这说到教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这是把这个问题呢交给我们的等一下，两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交给我们的这个赵颖律师给我们回应一下哦。他说在这一个我们现在应该是强调呢女性平权还是呢凸显是人人是平等的呢？平等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但是好像玉珠姐刚才花了整半个小时多的时间让我们分享，女性连到最基本的平权都还没达到，那我们怎么谈平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去看这个问题。OK， 好，我们的玉珠律师有什么有什么样的补充吗？其实也没什么要补充。刚才YB 的那个他的解答呢，真正可以说是真正的点出了社会的问题。大家对这些未婚妈妈的看法，还有那些私生我们所说的没有结婚而生下来的孩子，被称为私生子嘛。社会大众对这样的事情呢，都经常都会带有色的眼光来看待哦，往往呢就会造成这位妈妈备受压力了，她担心第一她没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第二她担心社会人士对她的眼光，对孩子的眼光。然后另外可能也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啦，他要如何去抚养这个孩子，这种种的因素呢，如果说我们社会人士不需要负起任何的责任呢，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或者是很乐意的在这样的情况生下孩子，可是就因为很多时候这是我们就好像最近发生了一种案件，一个15岁的女孩，她被强暴了生下孩子，她不懂得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在惊慌无助的情况下她把这个孩子杀死了，结果呢他现在被提控谋杀这个孩子，然后呢法庭要他付，如果是我没有记错，5万块钱的担保金。一个15岁的孩子，你叫他哪里去找5万块钱的担保金呢？而且为什么这个对他施暴的人没有被抓呢，被逮捕然后被惩罚呢？所以社会问题，社会人的眼光呢，很多时候会造成会把整件事情呢更加的复杂化。如果是我们都能够多了解一下当然我们不鼓励，我们没有鼓励这个未婚生子，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未婚生子就一定是错的，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爱心，可以的话伸出援手去协助，就好像刚才所讲的很多谈到很多关于领养的。领养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真的是有需要的话我是赞成，不过呢一定要通过合法的程序去处理，这样才不会造成呢孩子来到12岁要换登记的时候忽然间被官员没收了你的抱孙子，因为他怀疑他看到孩子的肤色跟父母不一样。
问起话来的时候呢，人在面对官员的时候一般上都是会 panic 的，他就会坦坦白白的把这些不合法的事情全部讲出来、哦、所以在做这种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是觉得啦，我们应该多一点包容、哦、多一点爱心，这样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协助，这样无形中呢对女性啊，特别是这些受害者也是一个鼓励啦，给他们能够有勇气的继续的活下去、哦、好，谢谢。那有一位听众就问到说请问马来西亚是否有少年法庭，然后另可以生意改教案件吗？我们是有少年法庭的。其实我们的少年法庭呢Juvenile Court 存在已久了、哦、他除了一位法官之外呢，他还有两位这个 assessor， 就是陪同这个法官来审理这个少年犯罪的案件。那他处理的案件呢一般都是刑事法，刑事 罪行。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改教的东西呢，它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宪法上的问题，所以少年法庭是没有权力去处理这样的案件。这种案件呢必须要去到高等法院、哦、高庭啦才能够处理。OK， 好，谢谢。OK， 那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可能这个问题会问 YB 比较适合吧。他说国会为何一直在纳入 88A 条文，然后禁止单方面改交，然后1976年的法律改革婚姻及离婚法令什么一线而未决。对，先而未决，对。那个就是以前那时我还当着州议员的时候，国会就是在讨论这个东西，过后当过了，就是国会暂时，那个时候的国会暂时没有再提起了，那么过后直到现在都一直没有这个建议提上来。那么当然只有政府可以提成要讨论什么法案啊，那么更何况这个也没有成为一个政府主要推动的一个法案，所以他没有提就没有讨论，没有通过了。那么除非是政府现在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修改的法直接提上来然后通过，那么也就回答了这个司法的判决，那个当然也是一个解决方式了。只不过这个课题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其实一般的马来政党并没有这个 political view 会愿意做这个东西，因为他会给伊斯兰教徒看起来好像没有维护他们的这个宗教、哦啊、所以讲归讲，到最后一去到这个很民粹的情况底下不容易把这个法案提上来，更何况要通过、哦、虽然这个法案并不需要三分二啦哈，那么严格来讲其实也不是一定要修改宪法才能够主持的，你每个州只要愿意改基本上就可以制止。那么如果这个 88A 提上来的话，其实也有效的阻止这个单方面改教。基本上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宪法需要再改啊，因为解读的方式不同啊，解读那个 balance 是你要用英文版还是这个马来文版，而且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马来文版没有改过，它只是翻译改过。你去找1999年的马来文版是伊布巴巴的，不是伊布坦巴巴的。然后我在国会提问，他才解释，其实那个2010年之前的马来文版的这个宪法，只是一个卢竹看不了，不是真正拿来用的。2010年过后，他真正通过这个。立法规定的那个马来文版的才是真实的，所以严格来讲，他把伊布巴巴改成伊布坦巴巴，
是从这个翻译改成这个翻译，不是国会里面有通过这个字眼的，其实是没有的。那么你要回复到用别人英文那个呢，就由这个判决已经解读了吗？所以严格来讲，不是说真的需要到修宪才能够阻止这个事情发生。其实就好像每个州修回去就可以了，因为反正有这个判决作为 reference 哈。所以只是当你要用国会这个战场来把它清清楚楚的写下来的话，我觉得修宪三分二不容易拿得到。好，那么就大家都不敢提了，双方都不会提了，因为你提出来你过不到，对方不想过更加不会拿来提，所以这个法令我觉得应该也短期里面也不会看得到了。哦，欸，好，是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做一点补充了，哦，这第88A 条文呢是针对这个婚姻改革，就是 bracket 结婚与离婚法令啊，是针对这一个法令哦。这个法令呢，88A 条文呢，它主要呢是回应内阁的决定以及这个联邦法院的判决而做出的一个修订。那它的修订呢是说，如果是父母在民事法庭法令底下注册结婚的话呢，那其中一方面如果是他在这个婚姻期间他改教，那他就必须要处理他的婚姻，先解决了他的婚姻的问题，就是离婚啊和其他的相关的事情过后呢，他才能够他才能够说以后的事情呢，孩子的比如说孩子的监护权啊，这个孩子的宗教等等这些东西呢，都必须要在这个民事法庭里面解决。这个88A 条文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他有注明啊，他这个修订呢，其实我觉得是应该给予落实。因为它里面有说哦，孩子在18岁以下呢，父母不能够单方面让他改教的哦，必须要双方父母父母亲双方同意才能够让他去改他的宗教，而且也必须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呐，哦，然后这个修改，我觉得在对这些非穆斯林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订，因为它能够解决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就比如说发生了这个Indira Gandhi 的那个事情啊，或者是罗秀凤的事情，大家又再来争议那个虽然说联邦法院已经判了，可是你去到另外一个联邦法院哦，可能案件会来个U转的哦，因为虽然联邦法院是最高，可是如果是另外一种案件去到联邦法院，面对另外一群法官的话呢，另外一群法官他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决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为说 Indira Gandhi 的案件就是最终的一个决定，他目前是有约束性，可是我们不担保若干年后忽然间又会冒出另外一个不同的判决哦。好像就以你这个 parent 这个字，其实 parent 这个字呢，如果是你以英文来诠释哦， parent 指的就是父母，它是一个单字，可是它指的其实就是父母。如果是大家可以到去看检查看那个 Oxford Dictionary 哦， parent 指的是父母，如果是 parents 加 s 的话呢，就是很多对父母的意思。我们 有时候在这些在法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可能是出于某一种原因啦，可能会有人刻意或者是无意
做出这样的诠释。不过如果是真的是研究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parent 指的是父母，所以才会有 single parent 嘛， single mother 嘛，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区分嘛，所以如果他说父母呢，其实指的就他指的 parent 呢就是父母的意思。好，谢谢律师给我们的这个做个补充。那还有这个最后一条问题了他说这个是关于到儿童法令的，这儿童法令又有什么可以去修改关于到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呢？也想这个问题呢交由我们两位律师去回答吧。可能是姚颖律师，赵颖律师来回答的。我也不知道儿童法令这方面要怎么样修改。其实宪法已经是有宪法是有可是儿童法令同样也是有，它在这个法令里面它有明文规定孩子如果是18岁以下呢，他们在重大的事件上呢重大的事件比如说教育啊医疗啊宗教等呢，他都必须要得到父母双方面的同意才可以做决定的就这是因为他要避免孩子心智可能还不够成熟啦在思考方面呢，或者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受到外界的影响做出不明智的决定，所以他这个儿童法令呢他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说重大的事情他必须要得到父母双方的同意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法律儿童法律呢儿童法令呢是相当的完善。对，好的，是的，谢谢我们的这个回应我们的课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目的来到这个差不多这个尾声了。但是的除了今年呢我们这个课题这个主题啊这个妇女这个三八妇女节的这个主题就是打破格局以外呢，那联合国的主题呢它也是说经热性别平等助于明热可续延续的发展所以你看在不停的在我们在为这个平等上面呢去让它更加的这个明朗的话，那接下来呢这个尾声呢我想请三位的这个分享嘉宾来做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些呼吁好吗？那我们先从我们的最后一位的分享嘉宾先，然后我们才回到我们第一位分享嘉宾。主办的这一次三八妇女节的这个讲座我是觉得当然除了我们要对这个观念的改变之外呢女性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多参与政治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政治化吧，但我们一直在谈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在这个决策这个圈子里面在扮演一些决策的角色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政治。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有听到一个 podcast 他就讲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说如果女性是作为这个执法单位的话就会比较少的这个贪污 corruption 的情况出现其实不是因为他是说不是因为女性的这个 moral 比较高，但是是因为在整个 corruption 的制度里面女性很少有这个机会去受贿赂，因为你看到很多大的那种这个 corruptions 他们都是在男性 men's club他们已经有在那个地位，所以他们会去做这种 corruption 的东西，但是他就讲说在一些国家他们其实是增加了女性
的这个 traffic police， 因为他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减少贪污的案件所以但是不是因为就是讲我经常不是因为女性就是这个 moral ground， 但是是因为女性的这个地位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去接受corruption 但是当然我不是鼓励贪污的这种观念，但是我是觉得这一个课题刚好我今天有听到这样子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不同的观点那希望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个女性的问题。谢谢大家。好，谢谢赵颖律师。那我们请我们的 YB 明凯。我觉得其实女性她，我们并不能说她生成是怎样来定义、来设定任何的一个政策能调整，因为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环境的产物。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常遇到的一般的案件呢，大部分首先家庭贫穷或者没有经济独立。那么在同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劣势的一个环境底下，自然的女性会更加的劣势。为什么呢？ OK， 假设说家庭有负担孩子的负担等等其实女性肯定是比男性多嘛，生是在你身上生的，不是在男性身上生。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们需要承担的是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平等，只能讲平权，因为你不能让到男生生孩子嘛，对吧？所以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生理上以及这个环境上面对他的那个负担他在很多方面其实会不是说拖累了，就是让他要平权的时候面对的阻力会更加大的，更加大。以大马的情况来讲其实首先你说经济独立就是收入的能力了，工作能力了，然后教育背景了。那么家庭的负担多少也包括到这个我们讲生育生孩子对他来讲的那个责任是怎样。今天社会可不可以接受女性不要生孩子，可以吗？好像有点很 over 的要求，对吧？但是反正觉得说不生孩子好像很有问题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女性有孩子的话，一切都改变了，她任何的竞争责任等等不一样了。我在国会曾经问过，我觉得对经济上的一个影响其实每一个州属它的那个我们讲 maternity 那个 maternity 的那个 rate 是不一样的，东海岸是特别高啊，这个其实会影响到他们在经济上的竞争力、工作的那个选择性，那么同时也会减少了他接触教育的那个几率，那么多少就会总体降低了女性在经济上的一种竞争力，这个自然而然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对等的。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法律输的总是女性。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案件，如果是那个家庭背景是有不错的经济能力的话，基本上他没有太多这种孩子问题教育问题他自己可以处理甚至他甚至可以去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只要孩子吧，那我不要老公没关系这个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有的是情况是这个社会环境还是在那一个层次，那么对于女性来讲她们要突破某种程度上你好像要放弃一些东西，就是如果我要提早进入这个工作领域我要有一样的竞争力，是不是等于我不能组织家庭，还是我可以组织家庭但是不要生孩子，好像有一点对他来讲不必须放弃某些东西这样，因为本来他的那个角色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在现有的情况底下在这方面是需要有突破的思考模式，但是在大马作为马来伊斯兰教徒作为多数的一个族群来讲，其实这个挑战其实更大，因为他们多少都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所以这个群体没有改变的话，对我们任何的法律这个政策其实都没有办法太快能够突破的。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女性的朋友各位，就是大家只要能够尝试放下一些社会观念的包袱的话，其实我觉得说是很快可以在很多方面其实比男性更好哦，多多少少男性也是很怕这种竞争啊，我觉得哦但是只要放下那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快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相对进步的一个社会。其实大马的女性的这个生产力哦，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解放啊。那么如果我们要在大马的经济要在不引起更多的那种引入更多的这个劳动力的情况底下又增加生产力的话，就是要解放我们的女性的这个生产工作能力的话，我觉得单单是那个就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社会改变的动力啊，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啊。好，谢谢 YB。 那最后我们就请玉树律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了。好，女性生产哦，生儿育女呢，我觉得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情啦。我们的同伴哦，或者是他的另一半呢，其实也要负起部分的这个工作，给予他更多的这个支持，因为家是两个人的哦。而且我们应该把女性当作是我们的伙伴，不是竞争者。那这个性别平等或是两性平权的这个路呢，才会比较容易走。刚才我是同意赵颖的这个总结，那就是鼓励更多的女性呢积极参与政治。我们参与政治并不一定是要做这个YB 或者是做国州议员啊，或者是做部长之类，积极参与政治，那你才能够对这方面有所醒觉。另外呢，如果是真的是能够提高我们女性国州议员的代表率呢，我觉得也是好事。因为毕竟如果是多一点的女性进入这个国会或者是州议会的话呢，那我们才能够有希望能够看到更有利于女性的政策被推动或者是被落实。这对女性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方面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希望说看到更多的女性参与各个领域的发展。这样呢一来呢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尽快的落实这所谓的38%女性决策权的这个政策。这38%女性决策权呢如果是单单只是靠男性来帮我们的话呢，或者是单单只是靠女性来自己来做，或者是靠男性的帮忙，可能也不容易。其实最大的这个有能力的应该是我们的政府。我是认为呢，政府是有这样的责任啊，来推动和落实这个性别平等。因为政府呢拥有巨大的这个资源哦，他应该是有这样的能力，也应该尽一切的努力去改变社会的态度。如果是政府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改变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呢，那事情不是来得更容易吗？另外，联邦宪法第八条的精神是说平等和不歧视嘛。那每一项法律和政策都必须研制和体现这种精神。那政府如果是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妇女的话呢，我觉得他提高这个女性的地位达到这个38%女性决策权，这些绝对不是难题啊。那如果是有更多女性的参与，
对国家的建设，我想国家应该是很容易能够迈向更好的发展哦。不过这当然一切都要看政府的意愿啦。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即便是我们也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种族的这个比例相差太远，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看到有许多的友族同胞，然后女性的友族同胞呢，他们都有非常有远见，也非常有抱负哦，都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一个更平等更友善的环境。所以说呢，虽然女性目前呢是面对一个相当严重的这个平等的缺陷啊，不过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向前迈进哦，不要一直在等待别人的施舍，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了。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去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平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运动，那我们就应该可以达到。当然根据最近联合国的这个报道呢，因为这个疫情，女性要达到平等的地位哦，的时间又推慢了，可能要去到136年。不过不管怎么样啦，如果是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话，我们下一代还可以继续哦，可能在下一代也说不定。不过不要放弃，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愿景的话呢，我想成功一定可以属于我们的哦。好，谢谢我们三位的这个总结及分享哈。那是的，是其实人人都要需要的平等，但是不要被歧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看法。我们应该呢是互相的去尊重彼此，因为两性在平等，两性在这比例呢不相上下的时候呢，说不定会融出更多更多的火花。因为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都是女性的比例呢占少数，但是很多决策呢男性的比例占大多数，所以大多数的决策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去出发，所以缺乏了女性的这个有柔和的一面掺杂进去，变成更美好的。所以呢非常谢谢三位的嘉宾呢今天呢跟我们去分享的。是的，我们呢也是鼓励呢大家我的文化的付费啊，那今天呢大家呢所看的这个平台呢，我们在三个地方做直播呢，就是龙雪华堂的脸书、龙雪华堂妇女组的脸书，以及呢今天的这个Kini TV 中文平台这边这个直播的。那再次谢谢呢在三方收看的这一个朋友们，当然呢也是谢谢我们三位今天嘉宾的这个分享了。那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好，谢谢。